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三峡洋沙正在火热播出中，这部剧是由张叶成和赵露思领衔主演的。该剧讲述了大燕国公主为拯救埋向苍生，不惜隐姓埋名，化身小侍女唐善，寻找救世之法，与相救山上的傅九云相遇，相知相爱的故事。赵露思饰演的谭川一角内心坚毅，与她以往所饰演的角色反差很大。网友也纷纷表示，这个公主不同以往，又美又飒。有演员赵露思饰演的谭川，原本是个不谙世事的燕国公主，目睹了天下苍生，被天元国奴役的痛苦后，立誓要找出上古当神，解救天下苍生，恢复国家安宁。为此改变自己的容貌，便是小淑女谭川，在星曲山寻找灵灯的过程中，遇到了上仙傅九云。谭川一面要隐藏身份，一面要在戒备森严的星曲山固执寻找神灯，可谓是危机四伏。而他在复国之路的过程中，也与傅九云谈起了时长时事的恋爱，伤感的同时，还有许多畅想的画面。谭川主动先。